浑厚的嗓音唱到激动处，还紧闭双眼。飙枪男神郑兆春一开口，震惊全场，完全不输原唱歌手。人气飙涨，郑兆春去年在国训星光大道比赛的影片也被网友挖出来，大赞嗓音简直就是发片歌手的实力，飙枪男神的歌喉专业，而田径双帅的快问快答也引起网友讨论。最喜欢的超级英雄为什么？超级英雄肯定是超人，可能蝙蝠侠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有钱。台湾最速男杨俊翰果然是快人快语。最自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？自豪就我是你的助理。有在 Google 搜寻过自己吗？那搜寻之后的想法是，就怎么照片都那么糟。私底下的杨俊翰其实很有亲和力。2016年过年时，因为远在美国接受异地训练，他还特地背着猴子玩偶录制影片，要祝粉丝们新年快乐。是大运金牌选手退去运动员身份，展现更有魅力的一面，也让民众直呼真的是太可爱了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